就是还有答案。是吗？你的答案是跟我都一样。最后一行你们可以自己写，那是高音谱记号比较容易，写出小三度，对吧？所以一定要记住你是往上还是往下的。你也可以往左边的，算了。好，到五十页咯。所以如果你按照你的这个键盘来看，数的就比较容易，对不对？跟着你的键盘 来算是最容易的。十页哈，大三和弦和小三和弦。这我们已经讲过，三和弦是由三个音构成的和弦。大三和弦是由一个大三度加上一个小三度构成。五十页的中间，在下列指定的每个音上面构成三和弦。所以这个其实很容易做，像第一题它给你一个 D， 它的三和弦是啥？小三和弦啊，三和弦就是五十页的第一行，就是 D， 在下列指定的每个音上构成，它是写的是小三和弦，不是三和弦，小三和弦，对，你们是倒数第二行啦？啊，不对，就是那个上面还有一个，那不就小三吗？你说哪道题呢？就是，高音谱记号，它的在下列指定的每个音上构成小三和弦，不是构成三和弦。哎，你们的跟我们是不一样的。对，一样的。那个 D 小三是小三，因为 D 和弦本身是二、四、十二、六，不是。三和弦和小三和弦是不一样，是这行啊。三和弦，我们是写小三和弦，我们写的不一样了，我们写小三和弦嘞。这小三和弦，你写三和弦，怎么这完全不一样了？你写的不一样哎。怎么回事？我跟你们不一样。我们练了半天。小三和弦，哎，对，奇怪，你这是三和弦。爷，我这个怎么会跟你们不一样？漏掉一个字。没事儿，就咱统一。那我这个下面跟你一样，我就胡写。小三一样一样，这一样这一样，漏掉了，这个漏掉，好像小三和弦，哇耶！小三，你说倒过来呀，先三大三度，先四个。奇怪，我这个怎么会跟你们不一样的？我这是很旧的，就是。小三和弦 ，OK， 好。所以在下列的指定每一个音上面构成小三和弦，像第一个小三和弦，它其实就是一个，像 D 的话，它就是个 D minor， 对不对？所以像第一题。第一题它是个 D 开始的，那要把它完成它，小三和弦是什么？ F A F 跟 A， 所以答案应该是第一题应该是 D F 跟 A， 这就是小三和弦。看你的是不是跟我一样？D 的小三和弦，对 D minor， 对 D minor， 因为它第一个音给你的是 D， 第二小节呢，第一个音给你的是 E， E G F E G B， 所以就是 E minor， E G E G B。
距离。看你的答案是不是跟我一样，对吗？嗯，对的。第三题 F。是不是？嗯。第三题嘞 ，G 就 G 买的。降 B。看你是跟我一样。G 买的。这是第四题，对不对？最下面的。哦，一样的。第五题呢？第五题是 A。A C。A A minor。B flat, B flat, 小三和弦。降 D, B flat minor, 降 D, 升二。这时候写应该是 minor, 应该写sharp还是写写 C sharp还是写 C flat? D flat.看你是跟我一样。就是对应在这个你的五线谱上面的。写起来很 cumbersome， 所以呢，为什么我们通常不太愿意用这五线谱来教你们这个？你可以自己写上去，但是它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懂它就好。不要花太多的时间把它写在五线谱上。当然，你可以慢慢花时间，但是这个不是重点。A flat。最后一个是一C。十页下面，在下列指定的每个音上构成的小三和弦，也是一样。这个就跟你们就自己写，跟我刚刚写的差不多。再下来就是最后一行，
按下列标记的要求构成大三和弦或是小三和弦，嗯，所以 G 大三和弦 A 小三和弦要低音谱记号，要不要做一下？还是你要自己做？自己做吧，后面答案都在后面。这个就是说，这是你的 homework， 但是呢，最重要的不是写这个，最重要是今天何牧师教的那个部分，就他在黑板上这样的教法，是很快的掌握了。你然后你再回去慢慢的把它落实在这个五线谱上面，所以你掌握它早上教的这个比较重要，落实在五线谱上 if you have time yeah， 你没时间也不重要，说白了重要的是你掌握它今天早上讲的这个好，然后至于这个你是 homework， 你就回家自己有空就写，没空你就等以后再写也可以，就不是那么着急，这样明白吗？明白。然后五十一页增三和弦和减三和弦，刚刚他早上也教了，也是一样，你要把它落实在这个五线谱上。有一些同学们会比较较真的，哎呦，五线谱这怎么弄？怎么弄？一看得很烦嘛。实际上不都一样的东西吗？这是会不会写的问题而已。所以你懂。你懂得比这个会写在上面更重要。他看上去很复杂，可是他早上那样一教你就会发现很快就懂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不用这个乐理自学来教，我们另外编的教材就是用教材里面的那样的来教。然后在五十二页就是你复习三和弦了，识别下列的三和弦，好比说像五十二页的第一行，它是首席瑞，它是什么和弦？低音谱记号虽然首席瑞 G 的三和弦，对不对？ G 的大三和弦。第二个呢，你在琴上面一弹就弹出来，是 A， 然后是 C 跟 E， 它是一个什么和弦？A C E A 的什么？第三个嘞，你如果在琴上一弹就弹出来，第三个 B flat D 跟 F， 对，它答案就是 B flat 的三和大三和弦，那是第三题。那第四题耶，它是一个 B 的里面的减 B 减 B 减三和弦，对，
所以这个就是你们自己可以去复习。刚刚讲的那个是 B 减，是第一行的一二三第四题。B 减三和弦，你要在琴上面一试，你就可以试出来。你先看它的根音是什么，那个根音是哪一个，你就可以推它。它的根音是 B， 就一定是 B 的什么什么东西。好，再考大家。B 减三和弦，对。B 的减三和弦怎么样的写出来啊？B 减三，你可以写一个。所以这是52页的第四题，也有三种写法。52页的第一行的第四题，52页的，看看啊，我们再来搞一个52页的第二行好了，高音谱记号的第二个是什么？哦，那个很容易。一和 G sharp， 还有和 B， 对不对 ？So sharp 就是 G sharp， 一 G sharp 跟 B， 它是什么呢？根音是一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是一的什么？就是一，它就是一的大三和弦，对。好，考考大家，那倒数第二个呢 ？G， 第二倒数第二 ，B flat 跟 D，G 的 B flat 跟 D，G B flat 和 D， 嗯哼，是 G 的小三和弦。G 是小三和弦，你在下面就写一个 G 小 M， 对不对？答案就是 G 小 M。那52页第二行的最后一题呢 ？A C sharp 跟 E， A C sharp 跟 E。A 根音是 A 哦 ，A C sharp 跟 E， 所以一定是 A 的什么东西 ？A 的大三和弦，对，就 A， 这样明白吗？52页，考考大家，52页倒数第二行。低音谱记号，第一个 ，G 大 G 增 G 小 ，G， 大 G 增 G 小 G 减 ，G 的大三和弦就是小 C 瑞，是不是啊？我要不要写下来？小鸡姐。
是 G 大的话是，它是一个低音谱记号哦。G 从下面写，从第一行写的，好像。第一行那个线上，就第一条线上线上不就是 G 吗？呀，第一条线的线上。第一个声，第二个是声，就是声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就是 G。然后激增。激增就是升地。升地。升地对的。然后鸡小。鸡小就是降。降 B。鸡增就是升地。对。鸡增。那鸡小呢？降 B。哎，我写错了，我写成降号，对不起。写在左边还是右边？左边。写左边。OK。对，这个才对哦。鸡小写完了，然后鸡减。鸡减。都是降的。降的。都是降 B。鸡小就是鸡降，中间那个降降。基减这中间原来就是一个降，再降一个，就基降降，对不对？你们答案是不是跟我一样？基小基减是基降降，看到吗？因为它中基小已经降，所以基减然后还要再降，所以基降降。中间那个音降两个，对，中间那个音，因为中间的音本来在鸡小的时候就已经降了，哦，鸡减的话还要再降一个，是不是啊？是这样吗？好像不对啊。降啊，对的，是这样吗？是啊，这样的，从鸡。鸡小就是把那个中间那个 B 降一下，对的，鸡减，中间这个，那是最后那个是减，就是两个都降下的，小三两个都就小三加小三嘛，对的，是鸡降降吗？鸡啊，我这里都有点忘记，鸡降 B 然后再降 D， 后面的不是鸡降降。鸡减，我看看啊，鸡减。对，是鸡降降，没错。鸡降降，然后再一个那个，没错。降两个。上面的那个，就这是两个降号。不是的，一样，跟他一样，不对，就光一个降，不对，一个降一个降，搞错了，只有一个降。那个是降，一次是降五音啊。降对，没错，是这个。看你的是跟我一份，是不是都一样？是小。所以它这个52页有很多的，我有把今天早上我们的发到那个你们的群里。今天早上那个牧师讲的这个用西大调的这个西，然后它的西的这个加。西小还有西减，我都写在上面，所以跟这个是一样的，哦，你们可以 check 一下，哦，西大西增西小西减，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，然后你们再回去 check 好不好？
然后五十三页，好，五十三页是讲三和弦的转位，这个我们前讲过了，但是做就你就要自己回去把它填上，转位，每一个的转位，好，五十四页就是转位的测验。所以今天这堂课上完，你基本上这些你都可以自己做了。我还是建议你要回去做，但是不用好像觉得说这个就是跟着五线谱的这个来，这个的话你会就当然会是最重要的。考试他也不会考太多在五线谱上面的这个，他考你懂不懂今天教的，好吗？今天有一点点过时了，所以因为我们开始的晚，所以今天我们课就到这里结束。但是大家回去一定要练习，把这个落实在琴上面，好不好？谢谢谢谢。太多东西，我就怕把你们吓坏了，简直是太多了。就是没复习，所以就吓坏了，但是没有吓跑了。对，没有吓跑，感谢主，太好了。还是乖乖的来。还是乖乖的来，对。一定会有一个过程的，所有的同学都一样，都学这个都有个过程，都说哎呦，只要不要把你吓跑，感谢主，继续坚持把十六堂课全部上完。那如果说上完了以后觉得好像还是，不是很扎实，你可以下一期再回来听。我们的复读同学很多的，对呀、啊。珊珊跟曾静都是复读同学，对。这个是这个课很重要的一个部分，因为很多人有时候有突然哪个礼拜有事情不能来，对，他就会漏掉一次，漏到这儿，对对。所以能够复读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对对对对。所以不会说哦，一段听不到，完了跟不上，那我就不用听了。对对对。那我继续听。而且有录 video， 你可以回去自己。对，还可以。对对对对对。我就是上次我都没听脑子。像今天早上有一个同学就说，他说他落掉太多课，来不了了，来不了了，真来不了了，嗯，我这几个礼拜，因为家里有一些事情很忙，那很多地方漏掉，我其实我有担心说我来会这样子跟不上，但是我还要坚持下去，坚持下去，对，坚持下去，你还是会掌握。怕人家笑，对对，不用怕不用怕，根本没人管的。最重要是你自己能够掌握是最重要，真的。你看，因为学到了就是自己的，对，千万不要管别人怎么想。我就发现有两个星期反而懒散了，你平时就一个星期收星期一就开始赶紧、哦、真的、啊、所以放假反而会懒散了。有时候不放假反而好。好。好，我下午一起去回学校。我觉得这天气怎么这么冷？好冷啊！好冷啊！这个礼拜一放假，我就感觉真的是最冷的时候，要到什么时候才暖？对，好像有人都忘记说今天要不要上课。我还问呢，我说上不上了，也没人理我。一休假就忘记了。还是来一下看一下，幸好来了。今天再不来，我麻烦了。你不来我今天也麻烦了，我搞混了，你还帮我厘清了好多错。不是，我知道你哪儿不懂呗。对对对对。我往黑板上一站，我就知道我哪个地方弄不懂了已经。加油加油！我不懂就是一样。而且我们会不断的复习，不断的复习，到最后你就会发现，哦，哪一堂课讲过了，哦，哪一堂课。我昨天做的那个小肌肉，弄的肌肉很那整的排骨。是谁做的？粉丝谁的？就是肌肉吗？我做的。他们还问我呢。有没有什么秘方啊？我说秘方就是发挥没正常，发挥发挥好，啊，变成最好的效果。是吗？昨天晚上做什么好吃的？哎呀，昨天那个鸡肉那个炖那香菇太好吃了，我都没吃着一口。鸡肉炖香菇啊，他们就说好好吃，我都粉丝好吃，我一口都没吃着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说这你干嘛告诉我你咋做的？我说就因为不知道。
咋做，所以说做成最好的。居然还是发挥不自强做出来的。就因为发挥失误了，就变成美食了。哇，我们教委的。